看电视，嘴巴不得闲，醋逼陶贵过年串门子，桌上零食少不了。过年一定要吃，过年一定要吃。热干瓜子和饼干，一口接一口，不吃实在对不起自己，但吃多了更对不起身材。我过年还吃十块，吃十块。考量说，那我就少吃一点，我怎么样？不会的，不会，为什么？就先吃，然后再运动。说的可容易，但这些零嘴热量超高，排行榜第一名是瓜子，抓一把大约100克，逼近600大卡，得连续健走2个小时才能消耗热量。第二、第三名分别是牛肉、猪肉干，吃个2-3片，热量300多大卡，等于得快跑1个小时。而小朋友爱吃的海苔，热量也很惊人。海苔。但除了热量，还有钠含量的超标问题。一般来说，一天总摄取量不超过2000毫克，但海苔100克就要1440毫克。想吃爱吃，可得节制。大部分做起来，是的食品比平常多很多倍嘛。对。然后看到都会想吃，那换句话说，可能就会吃到1000大卡以上。肉干瓜子一吃停不下来，营养师说2-3片肉干相当于1碗白饭热量，可别轻忽。另外一天零嘴热量必须控制在600大卡以内，加上三餐才不会热量爆表肥一圈。九六文斌云林报道。